经到账了，你看68已经到账了，然后经过这个他的这个自己决定啊，他要这个68忍者，这个68忍者说实话是非常的划算啊，买一送一啊，买一送一啊，买一个柚送一个止水，买一个止水送一个柚，可以挑啊，就直接就到你手里面看看。现在我们买的这个东西，然后他会给你发一个邮件，然后给你发一个邮件，然后给你发个邮件，然后你再来选选这个止水就 OK 啊，然后就提取邮件就 OK 了。看看68买两个日本，这样这是最稳的，说实话，直接。宇智波鼬啊，这就是宇智波鼬啊，这个是战队的那个抽奖，这是战队的那个抽奖啊，再来一个直水。你就说骚不骚就完事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就不比那个灰土阿斯塔厉害吗？灰土阿斯塔还5800金币，都等于580块钱了，对吧？你看这家伙啊，一共68两个 A， 多好，对不对，兄弟们？啊，刚开始听到这个抽水的，水的他也抽了，那片是吧？但他离水的出来还有一段距离，说实话，他才42片，我一共68，最多就是不到100抽，让他抽个十几片的事儿，也不过就是十几片。所以说并不划算，但是如果你抽这个的话，你咱最起码是稳的两个 A 人，对吧？两个 A 人就是个新区刚开的时候有这东西啊，以后的话肯定也就没了，对吧？那这样子你看，然后战斗力涨不涨不知道，但是这个忍者这一块我跟你说老表相当骚了，一分赛，听话忍者，还用这么整，这样整它不香吗？对不对？你看你直接的让它三个 A， 它不香吗，老表？对不对，兄弟们啊？他这个呀，主要是因为啥？因为他的手动翻倍他自己充过了，他要没充手动翻倍的话就好了。看看他这号都充了1675，他估计是个新区哦，他是个在战日的，他是个在战日的，知道吧？1000多，在战日的，他是个在战日的，反了他的威乐。哦，对，他这个是在战日，我那号没有在战日，因为我是个全新水平，好吧？恭喜啊，恭喜这个粉丝获得两个 A 人。这下子你在新区里面的扛把子的位置啊，又离你近了一步啊，哥们儿。你看，现在新区的里头排到了第11名啊。但是张毅的话是第7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了，大家啊，就这样了啊，恭喜恭喜，改密码去吧，改密码去吧，非常脏，非常脏。